事，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菩萨众的列名啊，先讲第一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有三种意义，有些地方翻作妙手，手啊，首领的手啊，领导的那个首领呢，首领的首，妙手就是说他自己已经证到佛果上的微妙功德，而为菩萨众的上首啊，为菩萨众的领导者上首，因此就称他为妙手。那么这是一种赞德的方式建立的名目，就是文殊师利啊。不过翻成妙手的这个文字啊比较少用，不多。第二，有些地方翻作妙德，妙德，功德的德，微妙的功德。涅槃经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文殊师利菩萨呀，了了见佛性，犹如妙德等。他说如果有人对于大般涅槃的道理能够体悟，明明了了的亲证到佛性，自己本有的佛性，了了见佛性，谁了了见佛性啊？妙德，文殊师利菩萨。像文殊师利妙德他所证到的佛性的境界那样子清楚明白，所以叫做了了见佛性，犹如妙德等啊。能够见佛性，像文殊菩萨就是妙德啊，这样子彻底清真呢、啊，才算是彻底明白清真这个本有的佛性的境界。这是《涅槃经》的说法啊。在《思义梵天所问经》《思义经》，简称为《思义经》，《思义经》里面也称它叫做妙德啊。他说：“虽说诸法而不起法相，不起非法相，故名妙德。”他赞叹这个文殊菩萨。他说：“文殊菩萨善能说法，他虽然说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但是他不起法相，就不执着于一切法，也不起非法相，也不甚至认为不是法的这种看法，也不起法相，也不起非法相啊、因此称他叫做妙德。妙德菩萨他就是说法也不起法相，也不起非法相，因此赞叹他叫做妙德菩萨啊、那么这是《思义经》的说法。思想的思，利益的益啊，思义梵天所问经有这么一部经啊，这书大圣教典以维摩经啊可以平等习惯的一部大圣经，也是探大包圆啊，谈遍直角的道理。第三种叫做妙吉祥，翻作妙吉祥，妙吉祥啊。这个翻译最明显的记载是在西岳记玄奘三藏，唐朝玄奘三藏的西岳记里面啊有记载说这个文殊菩萨啊，他是视线降生在印度的，跟释迦牟尼佛同时，菩萨众当中出家菩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出家菩萨只有两位，一位就是文殊师利，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弥勒，弥勒菩萨，这两位是出家菩萨啊。
那么因为文殊啊，他是降生在舍卫国啊，舍卫国有一个乡村叫做多罗去罗，多罗啊，多少的多，姓罗人的那个罗，多罗去罗。他降生在多罗去罗，有一个婆罗门叫做翻得婆罗门，翻天的翻，翻得婆罗门。他是降生在翻得婆罗门家里，那么就是翻得婆罗门的公子了。文殊菩萨降生，示现降生的时候啊，他的家里有十种的瑞相，他降生的有十种瑞相啊，由这十种瑞相啊，所以给他取名字叫做妙吉祥，因为这十种瑞相都是微妙而又吉祥的。哪十种瑞相呢？第一，光明满室。文殊一降生的时候啊，他的家里满是整个房间里面满满的光明，放大光明，光明满室，这是第一个瑞相。第二，甘露饮亭。他的家庭外面呢，都下这个甘露法水，甘露哦，天上不死之药的这个甘露水，满满在他的庭院当中，庭院里都下了这个甘露水，这是第二种瑞相。第三呢，地涌七珍，在地面上涌出这个七种珍宝，金银琉璃玻璃等七种七宝，都从这个七种宝珍宝啊，都从这个地面上冒出来，冒出来，这地涌七珍有这种现象啊。那么这是第三种瑞相。第四，神开福藏。他的家里院子里面有宝藏，有很殊胜的宝物啊，没有人知道啊，埋藏在地下。那么那个时候他降生的时候啊，神地神呐、啊，把这个地里面藏住的宝藏啊开开来给他家人，这叫做神开福藏，这是第四种瑞相。第五种啊，鸡生凤儿。家里有养鸡啊，这个鸡蛋里面生出来不是小鸡，而是凤凰的凤啊，鸡生凤儿，这是一种瑞相。所以第五，鸡生凤儿。第六啊，猪碗龙臀啊，猪啊，本来人家里要养的猪啊，可是他家里文殊降生的时候，猪生下的是龙啊，是龙首的猪，那是一种瑞相啊。还有第七，马产麒麟，养的马呀，生的马子不是普通的马，而是麒麟。麒麟是吉祥的瑞兽啊，马产麒麟，马产麒麟。第八，牛生百舌，白色的牛啊，哦，家里养的牛生了一个小牛啊，全身雪白的。白白的牛，这很高贵，全身白的牛啊，不容易见到啊。可是那个时候他家里养的牛啊，这个母牛就生下一个小牛，全身雪白，叫做牛生白泽，泽呀就是三点水啊，三点水的那个泽啊，水泽的泽了。第九啊，仓满金书。他的仓库里面呢，本来是谷子嘛，熟子、五谷之类啊。可是他一降生，文殊降生的时候，谷仓里面的谷子啊，通通变成金子，金属都是美丽谷子啊，都是金啊。这种瑞相，这是第九。第十啊，象聚六羊，他家里养的大象啊，长了六个牙齿，六牙百象那是最高贵的。象就生出这个六个这个雪白的牙齿，这就是他降生的时候啊，有这十种瑞相，因此他的父母啊替他取名字叫做妙吉祥。后来他出家，他虽然是老早就已经成佛了，所谓一佛出师啊，千佛扶持。世间上有一尊佛出现世间，示现成佛呀，十方诸佛都来示现，都来扶持他的法会。
所以文殊菩萨他过去已经是七佛之师了，可是他也是现做菩萨，在印度啊，在舍卫国梵德婆罗门家那么做菩萨，后来呀、也是出家所以在教典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摩诃迦摄跟文殊菩萨那么他们也是受这个皇宫的供养那么按照佛制的戒律啊，是先受戒者要走在前面，后受戒者走在后边，就是以戒腊做标准了。那么当时啊，文殊跟迦摄两位啊，一个是声闻的上首，一个是菩萨众的上首，他彼此在让文殊让迦摄先走你是长老，你应当走在前面。迦摄就让文殊先走，迦摄说你是菩萨，你是菩萨很了不起是我们的模范，你应当先走彼此都相让这就显示当时文殊必定是个出家菩萨，否则迦摄何必让他呀？如果他是个在家居士的话，迦摄就不必让他，因为他是出家人那么迦摄尊者让他，就是因为他是大菩萨，所以呀、让他先走。而文殊嘛，尊重佛的戒律，迦摄是老前辈那你应当走在前面，彼此互相让所以古人呢有说若要佛法兴啊，必定要身战生，彼此互相赞叹，互相忍让佛法才会兴隆。如果彼此互相嫉妒，互相斗争，那佛法只有最后到太平洋去那很危险。那么这是很好的模范就是文殊菩萨跟摩诃迦摄两位啊进房宫受供养的时候啊彼此相让的情况。而文殊菩萨过去老早就成佛了在首楞严三脉经，不是十卷的楞严经哈，另外有一部首楞严三脉经。首楞严三脉经里面说文殊菩萨过去已经成佛，过去久远之前成佛呀，叫做龙种上尊王佛。龙种上尊王佛，八十八佛里面不是有一尊龙种上尊王佛吗他说这个文殊过去已经成佛，叫做龙种上尊王佛那么另外在央须摩罗经四卷的央须摩罗经，央须摩罗经里面又说文殊现在在北方成佛，叫做摩尼宝髻佛。央须经里面说现在文殊在北方成佛，北方有一个世界，他在那边成佛，名字叫做摩尼宝髻，摩尼珠的摩尼，摩尼宝髻佛。所以文殊现在也在北方示现成佛，在度化众生。另外又示现一个身，在这个娑婆世界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悲华经里面说有一部经叫做悲华经，慈悲的悲，中华民国的华悲华经里面说呀，文殊将来在南方要示现成佛，将来还要示现成佛，在南方世界示现成佛叫做普现佛。普现普门品的普，现在的现将来成佛呀叫做普现佛。所以文殊啊也是老早就成佛的带果行因的菩萨。下面法华经里面说文殊过去为霸王之师那么在因为是霸王之师，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那么在果位上过去七佛都曾亲近过文殊那么文殊啊是过去七佛的老师，所以在菩萨众里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同时文殊菩萨在我们中国里呀有很大的因缘。中国有四大名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山西的五台山也叫做清凉山，那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里面说东北方有山叫做清凉山，
那个地方啊，由文殊菩萨等领啊、带领一万位菩萨呀、在清凉山里度化众生。所以这个东北方的清凉山呢，就是五台山，啊，文殊菩萨呀就在五台山教化众生，啊，就是他的道场。所以五台山，山西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示现度化众生的道场，就是中国四大名山之一。文殊菩萨在中国佛教里，自从佛法传来之后啊，他的示现的事迹也相当之多。啊，另外有一本呢、《文殊菩萨灵验录》啊，记载的虽然是不多呀，但是也就可观了。但比起观世音菩萨来要少一点，但是他是个大智慧的菩萨，不容易给人家发现的啊。那么就是他的灵验录里面的记载也有很多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各位也有学过禅的。跟唐老师学禅的，喜欢听听禅话啊、现在我就说这个文殊啊，他视线故事里面带有一点禅机的话啊、不过你要会听啊，不会听的话，那个禅机溜走了，你还得不到受用啊。唐代宗的时候了，到唐朝中叶了，已经到了将近唐朝过了三分之二的以后，唐朝中叶到了唐代宗那一段时间，我们中国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这个法师，就名字叫做无着，没有执着，无着菩萨啊，就是无着菩萨的那个无着啊。这位无着禅师啊，是永嘉人，永嘉，他在家姓董啊，姓董，董事的董啊。12岁出家，相当聪明，一天就能懂，能记几万字，后来他的参方的故事不必细说了。到了唐代宗大历2年。就是西晋的767年，距离现在1300多年前啊、那么他就是非常的崇拜文殊菩萨，他念念就是想要去五台山呢、要去金刚窟啊、这个五台里面有一个文殊菩萨的示现的事迹的地方，就叫做金刚窟，金刚经的那个金刚啊、窟就是山洞了，金刚窟。他要去金刚窟要见文殊，可是到了五台山呢、找不到金刚窟，不晓得在哪里，总是找不到门啊、那么找来找去，他就住在这个大华严寺，五台山有个大华严寺，他住在大华严寺。这个中间略掉很多，不能细说了啊，又只是说他见这个文殊化身的那一段。他在大华严寺，他想要找这个金刚窟，找了好久找不到。有一天呢，他到了后院后边的有一个地方，他在哪里打坐，坐了3天啊、休息修行入定啊、坐3天的以后啊，他就好像突然之间在晚上啊，在他的房间里面，突然之间晚上从东北方啊，有个很强的光照到他的房间来。他好像心地非常清凉啊、因此第二天天亮之后啊，他就往这个光来的地方啊去找找看看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啊、那么往这个光照来的那个东北方去走了一段地方啊，累了，有一个石板石头啊，平的石头，他就在那坐下来在哪里修观啊、想要见文殊。坐了一段时间，眼睛一张开啊，看到一个老人，老人，这个老人呢、牵了一个牛，牵了一个牛，那么在他的面前，哦，他一见到这个老人呢、他很高兴呢、对这个老人很恭敬的就请问他，这位长者，我请问你从哪里来啊？那么这个老人就答复他说，我从山上来，我要来盖梁的，盖就是膝盖那个盖啊，意思就是说他要来托钵啊，要画这个梁石吧啊、那么无着就反问他说，
那你家在哪里呀？问这个老人说，你的家在哪里呀？老人答复说，就在这个山谷之中，就这个山里面，进去山谷之中啊。那么这个时候老人翻过来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呀？问吴卓啊，子欲何往啊，你要去哪里呀？你到这里啊，要到哪里去啊？这个吴卓就答复他说，我要去金刚窟，我要见文殊，到金刚窟去。可是呢，我找不到门路，要去金刚窟啊，找不到门路。那么这个老人就说，没关系啦，你如果要去的话，暂时不要想这个啊，你先到我的家来，到我的家里来呀，稍微坐坐，喝点茶吧。啊，当然也坐累了，很好啊。这个老人要带他到他家里去喝茶，那很高兴，那就跟着这个老人呢、啊，大概走了五六十步啊的地方啊，这三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道场，很庄严啊。那么跟着这个老人进去，门打开。他远远是叫门呢，里面有个童子，叫做准提，金提啊、就叫金提呀、这个老人一叫金提呀、里面有个童子就开门了。开门这个老人呢、就把牛交给童子，而他就带着吴卓啊，到这个屋子里面去了。这个一进门呢、看到这个屋子里面的地面呢、通通都是琉璃色、玻璃色。哦，那光亮得不得了啊，那跟极乐世界一样，里面摆设的一切东西家具等等啊，都不是人间的，从来没看过。哦，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太清凉，一进去啊，全身都是非常清凉，非常舒服啊。那么进去到课堂里面坐下来之后啊，那么老人就问他了，问这个吴卓，你从哪里来呀、是从何来？从哪里来呀、他是南方人吗？永嘉在南方吗？他就答复说，南方，我从南方来啊。这个老人就问他说，你有带念珠吗？有好念珠吗？念佛的念珠。哦，他说有啊，不过我的念珠很粗的，不是好的啦啊。这个老人就说，那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啊。那么这个吴卓就从他的口袋里把念珠拿出来，可见他不是挂在这个脖子上啊、这必定是在口袋里，如果挂在脖子上一下子就看到了吗？他既然是问他有念珠吗，必定是外表看不到的，装在口袋里面，可见那个时候也没有把念珠拿着装饰品啊，现在人都把念珠做装饰品啊，他是必定是在口袋里面啊。所以问他，你有带吗？他说有啊，不过我的是粗的念珠，拿出来啊！你给我看看吧。有念珠拿出来给老人，老人一拿到，哎，把你自己的拿来呀、这个吴卓就觉得怪了，哎，是这就我自己的嘛，是我自己所有的。老人反问他说：“如果说是你自己的，为什么从南方来呀？”吴卓没话讲了。既然是你自己呢，你为什么从南方来啊？哼，没话讲了，那变成不是自己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答复不出来，就没有话讲，停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金提童子啊，端了两杯茶来，哦，那个茶很好啊，我很想喝啊、什么茶呢？是苏跟蜜，蜂蜜啊。生疏跟蜂蜜混合起来的茶，而这个茶杯啊是玻璃的，玻璃杯，很高贵的玻璃呀、不是现在的玻璃啊，很高贵的玻璃呀、装了两杯茶端来啊，一杯就给老人呐、一杯给吴卓禅师啊，那么两个人就喝茶了。喝了茶之后，这个老人呐、又问这个吴卓，拿这个杯子问他，南方有这个吗？你是南方来啊、我问你，你南方有这个吗？有这种杯子吗？那么吴卓听到，因为是这么好的玻璃杯啊，他是没有的了，所以他说没有。吴卓他没有啊，这个老人马上就问他，那你没有这个，你用什么喝茶呀？你没有这个，你用什么喝茶呀？又是答不出来，这都是残疾啊、那你怎么喝茶呀？答不出来了，答不出来，没有话讲啊。哎，停下来，老人又反问了，哎，你从南方来，
我问你，你南方的佛法呀，如何住持啊？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子住持啊？啊，就是说南方的佛法情况如何的意思了。无着大夫说，末法时代的比丘啊，少奉戒律，可见在那个时候一般的持戒情况已经不佳了。无着大夫说，末法时代的众生，这些比丘们呐、啊、出家人呐、啊，对于持戒呀、啊、比较差一点，少奉戒律。无着大夫了之后，老人又问呐、啊，多少众啊？那你南方的寺庙住多少人呐、啊？无着大夫说，有的住300，有的住500，大概是300、500众吧。无着翻过来问这个老人，就请问这个长者，此见佛法如何住持啊？那你这边的佛法又怎么样子住持呢？意思就是说，那老人你这边的佛法又怎么样的情况呢？老人大夫说，龙蛇混杂呀，翻身交缠，把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就从这个地方来的，流传到一直现在，龙蛇混杂，有龙有蛇了，混在一块，龙是好的了，蛇是比较差的啊。龙蛇混杂，翻身高参交参，也有凡夫，也有圣人，翻身交参。实在他听得莫名其妙啊，他又这个无着再问这个老人，多少重啊？您这边多少重啊？也是用这个老人问的方式反问了啊、这个老人就答复说，前三三与后三三。他答复多少种？前三三与后三三。吴卓听得满头是雾啊，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没有法好答，答不出来。前三三与后三三啊、究竟是多少？前三三后三三，答不出来啊，想不通啊。他正在想的时候，老人又问了啊，问无着啊，常是何业啊？意思是说你修什么功夫啊？你怎么样子修行？那个无着就答复说，般若熏心啊，不得其要啊。我是想要以般若的智慧来熏习我的心，可是我得不到要领啊。意思就是说参禅没开悟了，意思是参禅没开悟啊，般若熏心啊，不得其要，没有得到要领啊，一直到现在啊，都不得其门而入，好像要入金刚窟的情况一样。老人听到他不得其要这一句话，马上就答复说，不得是要，把那个其字换是，不得是要啊，这是个禅话，哎，如果懂得的话也能开悟的。他说不得就是要，你说不得其要吗？不得就是要，假如你真正能够不得的话，那就是最重要的啊，不得就是要。那么这个老人又在问啊，那你出家的时候啊，你的志愿，你的志向是求什么事啊？你求什么呀？无着就答复说，欲其佛国呀，我要希望成佛，我希望能够成佛啊。老人马上答复说，初心即得，你出发心的时候已经成佛了，你想要成佛，求成佛吗？何必求啊，你出发心的时候就成佛了。实际上这是华严经的话，出发心是变成正觉，这不初心即得吗？但是无着听了也是不了解啊。一会儿老人就问他，你年几何呀？他说你几岁了？大夫说31岁。这个老人就替他说了，他说你到38岁呀，你的福报就到了，到了你38岁呀，你的福报就到了啊、你现在呀，从这个地方慢慢的走，要注意不要伤到你的脚啊、不过现在我跟你说，我很疲劳了，但是个老人嘛，我想睡觉了，我很疲劳，我要睡觉，你可以回去了啊，下逐客令啊，叫无着可以走了。无着哪里肯走啊，这么好的地方我也不想走啊，所以无着就赖啊，他说日色已晚了，天要黑了，看不到路了，去留一宿，让我住在这里住一晚吧。
啊，那么现在已经天黑了，我不能走路啊，你让我住一晚吧。可是老人不答应，不答应。这个老人说，你有两个伴，两个同伴了，能给搬了。啊、哦，你有两个同伴，这是你的执着的地方，你不应当住在这里。说这个吴卓有两个同伴，你有所执着，你不能住在这里。他叫做吴卓，反而说他有执着。那么这个吴卓大夫说：“我没有伴呐，我一个人来哪里有伴呐？我没有伴呐，也没有啊、这个相邻的地方的人呐，没有啊。”老人马上就说：“你说你没有恋，他说无伴，他说你没有恋，可能当时这个恋，贪恋的恋呢、啊，贪恋的这个留恋的恋跟这个伴，可能是意义这个音啊，谐音很接近的情况。他说你没有恋，何求住此啊？你既然没有贪恋这个地方，你为什么求住在这个地方？变成这个意思。”你没有贪恋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住这个地方？无伴变成无恋啊！你既然没有留恋这个地方，那你为什么贪求要住这个地方？你既然有贪恋有所求，这就是你两个伴啦、啊。他两个伴是一个贪恋，一个有所求，恋跟求就是他两个伴。这个时候他听懂了。听懂了，因为他有留恋啊、哦，这个凡夫心的执着留恋要不得，所以他不能住在这里了。他知道不能住了。这个时候老人还是不放心，恐怕他不肯走啊。再进一步问啊，你持衣佛？问吴卓，你是个出家人呐、啊？你来我这里有没有带三衣来啊？出家人三衣一钵不能离身的，那你来有没有把你的三衣带来啊？这个吴卓大夫说，我出家受戒以后啊，三衣一钵呀，我是不曾说是离开的，不曾离开，不过今天是没带来，今天是没带来啊、哦、平常是没离开的。老人马上趁这个机会就说，出家人呢、啊、按照佛制的戒律，如果没有难缘，没有什么灾难的情况，不可以舍衣的，不可以离开三衣一钵的。那你既然衣钵没带来，你可以回去了。那么、到了这里，吴卓不能不走了啊。虽然要走啊，他还是要问啊。不过他，我请问啊，这位长者，我请问啊，我有所疑呀、啊，我有疑问呐、啊。我虽然要走，但是您让我的疑问呐、啊，替我解释之后，我再走吧。我请问你，这位长者大德，现在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恶世的众生啊，善根很浅呐、啊，很轻薄的善根很浅，那么应当要修什么行啊？当何所悟？修什么行才能得到解脱呀？简单说，有他请问这个老人，要怎么样的修行？末法时代的众生很难修行，怎么修行啊才能得到解脱？这个老人当下就说了一首偈颂，若然静坐一须臾，慎坐恒沙去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老人为他说了这一首偈颂。这一首偈颂啊，我在刚出家没多久的时候，就听了一位老和尚在讲开示的时候啊，念过这一首偈颂啊，就是表示这个打坐静坐的好处啊。可是我不知道出处，后来看这个这一段故事啊，才发现哦，原来这首偈颂啊是这位牵牛的老人说的，实际上就是文殊化身，是文殊菩萨说的啊。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好的打坐，用心修行啊，心静下来啊，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意思就是说，无论你修什么法门，万缘放下，万缘放下，专一起心，好好的静坐修行啊，参禅就参禅，念佛就念佛，好好用功修行，必定能够有所成就，无所谓末法不末法啊。猜猜老人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子。这个时候话说完了，他不能再留了，非走不可了啊。老人就叫童子啊，你送他回去吧，
把他送出去。这个时候就不能不走了啊，就向老人呢说谢，就离开他那个地方，到外边来就找远路啊，就回去了。那么这个童子送他，送他的时候在途中啊，他老是想到前三三一后三三，究竟这是什么意思？究竟多少？这个数目字不了解。那么这个时候陈机会啊就问那个童子，这个童子也是个懂禅机的，他也不给他说数目，他说金刚背后的，金刚背后的这个数目字啊，在金刚背后，就是这个金刚神的后边呢、啊、就有了，你去看吧。他要去金刚窟吗？听到这个话，吴卓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还是不懂啊。那么进一步就问这个童子，金刚窟在哪里呢？他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了。金刚窟在哪里呢？这个童子往前一指，那就是般若寺。他往前一看，再回头，什么都没了，童子也没有，那个山也没有，道场也没有，就是原来的芳草，满山的芳草，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真是爽然若失啊！啊，吴卓心里觉得，今天所见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正在哪里发呆的时候啊，再回头往后边看，发呆往后边看，刚才走过的那个地方，往回头看，正在看的时间呢、啊，后边云起，这个祥云一直起来，在祥云当中，那个老人呢、啊、就变成文殊师利菩萨，那个牛啊就是狮子，就是狮子，那个童子啊就是侍候他的侍者站在他的身边啊，很显明的看到文殊菩萨就在这个云雾之间啊，停了好久好久，眼睛注视着他啊。那么这个时候吴卓菩萨吴卓禅师啊向这个文殊一再顶礼礼拜之后啊，起来不见了，什么都没了，才知道那个老人呐、啊，就是文殊法身啊。世俗有这么一句话：遇仙不是仙，哈、啊，碰到真仙还不知道啊。那么一般碰到他自己说是仙的都是假的啊。真正的仙，他不是说我是仙啊，遇仙不是仙，这是世间话。而佛法里面，他碰到文殊菩萨，可是没有认识文殊菩萨。不知道是文殊，真可惜。等到知道了，已经见不到了啊。佛法里面经常有这类故事，文殊化身这类故事很多。那么这一段呢、啊，差不多都是在禅里面的话，里面好几句都是禅机，所以在当时啊，当时的佛法戒律虽然是比较在禅门里面不甚看重啊，可是还是照持，还是照持。吴卓他三衣一钵不曾离身啊，那么就显示他持戒的情况了啊，他处处都在注意佛法啊。那么纵然是修大乘佛法呀，也不离这个声闻比丘的修行啊。那么这是吴卓禅师的遇文殊，碰到文殊的这种境界。那么最后啊，他还是住在山上。那么这个吴卓入灭的时候啊，就到金刚窟，在金刚窟面前呢、啊，站在哪里入灭的？那后来参禅开悟啊，那么来去自由啊，他入灭是站在哪里入灭？站在金刚窟面前入灭啊。那么这是文殊化身教化这个吴卓比丘啊，使他得到佛法的受用。那么在这个文殊菩萨的灵验录里面啊。这一桩故事是说的比较长的，因为我只是切中间的一段来说明。那么像文殊菩萨这一类的化身啊，开导修行的人得到佛法的受用的是很多啊。例如像这个牛云啊，古代有个牛云呐、啊，很有名的，他过去世是做牛啊。那么因为闻过佛经啊，后来就脱牛身转身做人，可是很钝。很钝啊，那么他跟牛一样的钝，所以一般人称他叫做牛云
那么后来他到五台山拜文殊菩萨，那么在打坐的时候禅定的静中，那么说得很累了，就躺下来睡着了。睡着了，梦见文殊啊，文殊菩萨来把他的脑袋啊，用刀呢把它劈开，用他的脑袋把它劈开，劈开把他脑啊都挖掉，挖掉，挖出来，洗干净再放回去，那么做了这么一个梦，醒来之后啊，智慧打开了，所有的佛法呀，不用人说就都懂了。这个牛人就不是牛人了，那么像这类的故事要求智慧啊，求文殊，求智慧，求文殊，因为他是大智慧，所以牛人后来成为一个大智慧人，那么就是文殊菩萨把他的脑砍出挖出来洗过的。菩萨众文殊菩萨在中国佛教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接下去第二位啊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大家都知道的啊。观世音旧译叫做光世音，正法华经啊，主法副翻译的正法华经就翻作光世音，那个观呢、用光明的光，光世音，鸠摩罗什翻作观世音，所以古代的翻译这位菩萨都翻作观世音。到了唐朝啊，玄奘三藏把它翻作观自在，观自在，有些地方把它连起来，观世音自在菩萨，两个都要啊。那么新译观自在，旧译观世音。新译翻作观自在啊，它除掉按照它自修得自在的原意翻译之外啊，在世间法上还有一个原因。您知道观世音菩萨到了唐朝唐太宗的时候啊，不能叫做观世音呢，那个时候不能念作观世音呢，怎么念呢？念观音菩萨，要把世字拉开，念观音菩萨，不能念观世音菩萨。为什么？皇帝叫做李世民，你们知道吧？唐太宗就是李世民啊。这个帝制时代这个皇帝啊，那真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讲啊、这个皇帝啊，如果他的名字有人跟他的名字重复的话，那你就要让，就让开，人让他的名字这是可以啦，老百姓吗？人可以让他的名字，可是这连菩萨都也让他，这有点太过分了吧。所以当时啊，在唐太宗的时候啊，因为唐太宗叫做李世民啊，观世音菩萨只能叫做观音菩萨，不能叫做观世音了、是要丢掉。所以这个玄奘三藏就在唐太宗的时候翻译佛经啊，所以他的观世音菩萨通通翻作观自在，通通翻观自在，除掉按照翻译有这个意思之外，我认为他与李世民有关系啊，因为李世民的时候观世音菩萨都变成观音菩萨不念世啊，所以他不方便翻观音了，只好翻观自在吧啊。那么到了后来，当然唐太宗死掉之后，这个世字又出来了，又是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按照楞严经里面说，他是修耳根圆通，耳根圆通在过去久远之前呢，在观世音佛面前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入三摩地，那么由此成就大菩萨啊、那么得到这个三十二应十四无畏等等的功德，在楞严经第六卷说得很详细，就是耳根圆通。那么因为当时他成就这个功德呀，观世音佛就给他授具，也给他叫做观世音的名字，就叫做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的名字啊，是从那个地方就有了啊，一下就叫做观世音菩萨。那么为什么会叫做观世音呢？用他的智慧啊，观察世间一切众生的苦恼的音声，来度化众生，寻声救苦啊，寻声救苦啊，找众生的苦恼，发出苦恼求救的音声，菩萨就要救他。在这个下面《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说的很详细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是过去已经成佛的啊。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正法明佛，这个是出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这个大悲咒的来源呐、那一部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久远之前已经成佛了，
现在为了要度众生方便示现呢，要做观世音菩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而现在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左辅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左辅右伯的这位两位菩萨，就是观世音大势至啊。西方三圣，极乐世界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啊，这一佛二菩萨。娑婆世界、法藏世界啊，那么华严三圣就是释迦牟尼佛呀，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个叫做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啊，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叫做华严三圣。那么观世音菩萨他的修行啊，他的度众情况，后边有普门品。现在这里不必细说啊，那么到了后边的普门品啊，那么里面就是经文里面本身就有解释了，这里就不必细说。而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是家家观世音，没有人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全身救苦啊，那么有什么苦难的时候，水火风灾一切苦恼，只要自身恭敬念观世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在普门品里面一一细讲。南海普陀山就是观世音菩萨度众的道场啊、那么这个普陀山的发起因缘等等呢、啊、这个现在不必细讲，因为后边有经文啊、等到经文你再说好了啊。那么今天菩萨众列名总结，列名列出这个菩萨的名目来。菩萨名这里只讲了两位，第一位文殊师利菩萨，第二位观世音菩萨啊，只讲到这里为止。那么第三的大势菩萨以下还有十六位菩萨名字，留下次讲。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送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红蟹大迁徙。在蟹岛的热带雨林中，生活着颜色像火苗一样明亮的红蟹。这些原本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陆地生活。妈妈，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红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红蟹又要开始进行大迁徙了。大迁徙？他们为什么要大迁徙啊？他们的后代只有经过海水的沐浴才能获得生命，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红蟹们都会进行一次浩浩荡荡的远征，从密林高地向海边迁徙。原来他们这是为了自己的宝宝才进行迁徙啊。红蟹的迁徙是一个艰难困苦、危机四伏的历程，整个迁徙过程将会有难以估计之红蟹客死他乡。大家注意了，前方是我们迁徙过程中第一道难关，每年都会有很多同伴在那里丢掉性命，所以到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知道吗？那里究竟有什么危险啊？炙热的路面本身就能让我们致命，更何况还有来往的汽车，我的这只蟹夹就是被汽车压断的。啊，原来有这么危险啊，看来我必须要小心一点的。红蟹的鳃肉虽然退化了，不再具有呼吸作用，但是却可以迅速吸收或者散发水分。炙热的路面一旦将它们鳃内的水分蒸发干了，无论多么强健的红蟹也会一命呜呼。快，我们要赶快穿过公路。啊，好可怕！快跟上，趁着现在没有汽车，赶快穿越过去。快，趁现在我们也赶快过去吧。啊，救命啊！啊，太可怕了，这里真的非常危险啊，简直就是地狱入口处啊。啊，好了，我们继续赶路吧，这一关我们算是过去了，但是以后的危险还多着呢。啊，是哦。经过一天的跋涉，红蟹群开始休息，但这时候也正是肉食蓝蟹觅食的时候，它们也要去海边繁衍后代，但它们总是走在红蟹大军的后面，这样一来便会有充足的食物补充体力，而它们的食物就是那些红蟹。啊，救命啊！蓝蟹，是蓝蟹！天啊，蓝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伙伴们，蓝蟹出现了，我们快团结起来，将他们赶走。尽管红蟹的眼睛不像蓝蟹那样适应黑暗，尽管它们的身体和钳子比蓝蟹小，但凭它们的数量，也能像洪水一样把蓝蟹淹没。我的朋友，他就这么死掉了，就这么死掉了。不要太伤心了，每次迁徙总是会有很多同伴死掉的。唉，我们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继续赶路呢。明天？不知道明天又会遇到什么灾难。明天我们将穿越铁轨，被太阳晒过的铁轨温度非常高，一碰上去就会被烤焦。天啊，那不是又会有很多同伴因此而丢掉性命？所以我们尽量早点出发，趁着铁轨的温度还没有升起来就赶快穿过去。嗯。
快，你们快从我身上爬过去，这样就可以安全地通过了。不行，我们要去救他，不然他会死掉的。不，我们快从他身上爬过去。为什么？他还活着，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你知道什么？我们现在是在和太阳赛跑，一旦阳光直射到铁路上，我们同伴用自己的身体搭建成的保护层便会被烧成灰烬，那样的话我们谁也无法通过。接下来要经过的就是一座桥，天上的鸟儿正等着这群红蟹美食的到来。哈哈，太棒了，美食送上门来了。对呀，这一天我等很久了，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不好，空中有危险。大家镇定，不要乱，不要乱。经历了千辛万苦，这群红蟹终于来到了海滩，他们开始在沙滩上挖掘各自的新房。这时候蓝蟹种群也赶到了，这绵延几十里的沙滩无法容纳所有的雄蟹，战争无法避免地发生了。你们俩快钻进沙洞里，我帮你们守着洞口。那些蓝蟹好可怕啊。不要害怕，独臂大哥会保护我们的。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强盗闯进洞里。没一会儿功夫，一大片的沙滩上不再有一只爬动的红蟹，只剩下遍地的蟹尸，他们将会被海浪带回大海，带回到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啊？独臂大哥，独臂大哥，你醒醒啊，你快醒醒啊。他还活着，独臂大哥还活着。好好活下去，让你们的孩子活下去。交配完的雄蟹会离开海滩返回蟹岛的丛林，而雌红蟹则会独自留在这里，不吃不喝不动，期待着新生命的诞生。涨潮了，我们的孩子要回归大海了。宝贝们，快点长大吧，快点长大吧。哎呀，怎么回事？天啊，怎么会这样啊？怎么突然会有一个大浪将我们打上来啊？你快醒醒啊，快醒醒啊，你身体里还有很多宝宝等待着出生呢。我不行了，麻烦你把我带到海边，我的孩子还有一些没出来呢。嗯，好的。孩子们，我的孩子，愿你们平安健康地度过一生。经过25个日日夜夜的阴阳更替，经过一而再、百而千、千而万次的海浪冲击，这些蟹子变成了机体健全的幼蟹，向沙滩涌来。哈哈哈哈，可以饱餐一顿了。太棒了，真是难得的美味啊。啊，我们快离开这里，这里好可怕。我们要回到丛林里去。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回来了，欢迎你们回来。生命的力量超乎人类的想象，这些红蟹为了繁殖后代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据统计，在蟹岛上有成年红蟹1亿2000万只，每年迁徙过公路会死亡70至100万只，过铁路死亡10万只，被鸟类其他蟹类捕食也有10万只以上。如此惨重的伤亡，只为了延续种族的继续繁衍。经过种种的考验与历练，存活下来的红蟹将继承前人的衣钵，继续带领着后代子孙前往海边去繁衍生息下一代。大家小心啊，前方是我们迁徙过程中第一道难关，每年都会有很多同伴在那里丢掉性命，所以到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红蟹用无比坚强的毅力，一路披荆斩棘地度过种种困难，
就是为了延续下一代的生命。